母亲节快乐，就是祝一下，就是真开心，就是都没有时间，真的很可惜。好，接下来我换开位置。下一首歌，大家知道我们家 EP 有收录几首歌吗？哎，怎么知道？这么厉害。然后对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有收录在 EP 的歌曲。这首歌，对，好吗？常来 follow 是很棒的地方。他好可爱哦、喔！每次来看他，对啊，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，我超难过了。上次来哦，对。就是有一次，就是他就是被带走了。对，被带走，没错，非常喜欢他。好，你要不要来讲一下？对啊，好，好想讲一个事情。好，你先讲，先讲。就是大家那个推荐大家一个那个手机游戏，真的假的？其实真的蛮推荐的。对啊，就是一个养猫的手机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看一下。好，你解释一下就有效了。那个游戏它是，可是它都是日文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，因为都是日文，我没有特别注意。Neko 怎么的 ？Neko 就是猫。Neko 什么？对对对，然后它就是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猫，然后猫一出现之后，你就要帮它拍照。就是你有个庭园，就庭园里面然后可以买很多的道具。我最近买了一个超大的一个。不知道那什么叫，所以就会一直看到不知道是什么的猫出现。对，还有些猫很可爱，就是会有一种穿着那个刺客服装的猫，拿一个剑去吃那个你买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老鼠。对，就这样，你知道那个压力大，就特别奇怪，就是真的超可爱。好，结束猫的话题。好。然后下一首歌叫做《这世界没有你想象的苦涩》，然后。我觉得大家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你都会遇到一些难题，然后这些难题可能会引领你进入一个情绪的黑洞，然后这个黑洞就是，我觉得就是很难逃脱出来，对，自己逃脱出来，没错，就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，有时候自己陷入这个奇妙的情绪里面的时候，自己会非常不愿意出来。真的，我还蛮想出去的。平常这样子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一个，你可能理智的脑袋知道要怎么做，可是你其实整个人已经被情绪的脑袋所占领。嗯。对。可是这种时候，就是还是需要一个力量在背后告诉你说，其实一切都没有你想象这么糟。对。那这首歌是我想要这样告诉大家。好，这世界没有你想象的苦涩。